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我是闪亮的坐标讲演人江湖波，今天我要讲演的是中国女排的故事。在中国，很少有一支运动队伍能像中国女排这样展现出一个民族蓬勃的自信，也很少有一支运动队伍能像中国女排这样代表一个国家奋进的力量，更难得有一支运动队伍能够像中国女排这样牵动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心弦。中国女排曾于1981年至1986年五夺世界冠军，进入21世纪后，中国女排再度五次折桂，成为中国三大球运动中唯一获得世界冠军的队伍。祖国之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不仅成为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更成为整个民族锐意进取、昂首前进的精神动力，并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我是一名排球运动员，我对咱们中国女排是有特殊感情的。我9岁的时候进入排球队的，那时候就是觉得中国女排在我心目中是英雄，我要像他们一样为国争光。当年的中国女排赢得了5连冠的伟业，就激励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在中国人的眼中，女排姑娘就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和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强者呢，不是没有眼泪，他们只是含着泪奔向前方，奔向胜利。2019年9月29日下午，日本大阪市中央体育馆，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成绩，夺得了第13届女排世界杯冠军。这也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五次以全胜战绩夺取了世界三大赛桂冠。女排姑娘们重情地笑着、哭着。在颁奖仪式上，女排姑娘拉开了一个横幅，横幅上写着：“祖国，祝您生日快乐。”这是中国女排给祖国母亲七十华诞献上的最诚挚的礼物。在漫天彩带中，时任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举目四望，38年了，他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站在这里。1981年11月16日，就是在这块场地上，中国女排第一次拿到了世界冠军。那不是一场单纯的球赛，刚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型，中国人渴望找到某种方式让世界重新看到自己，而中国女排的出现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那是一场万人空巷的比赛，大街小巷，左邻右舍，大家凑在一起听广播、看电视，在宋世雄慷慨激昂的解说中，大家的心跟着比分成了心潮。那场比赛比分咬得很紧，在赛点主教练袁伟民告诉姑娘们说，这场球赛如果输了，你们会后悔终生。10亿人的期盼，让女排姑娘们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再一次被点燃。
打，时间差，机会来了，中队现在抓紧打防守反击，拦网成功，16-15，层层追击17-15，中国女排拿下了决胜局，以两局的优势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队赢了，女排的姑娘们抱在一起流下了兴奋的眼泪，中国女排终于击败了东洋魔女，夺取了世界冠军，热血沸腾的中国人冲上街头敲锣打鼓，大家欢呼着高喊着女排万岁，中国万岁。全世界已经太久没有听到中国的声音了，这一次的夺冠让中国人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释放了出来，这是一场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胜利。女排姑娘们，你们的血汗没有白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老女排队员都不会忘记郴州的竹棚训练馆，训练馆里的地板高低不平，还有木刺，一场训练课下来，小木刺扎进手掌，扎进胳膊，甚至扎进了大腿的肌肉，破烂了。姑娘们一边拔刺一边训练，有时候还会比一比谁身上扎的刺多。在郴州训练馆的档案室里，保存着一张国家女排机能伤病情况周报，上面写着郎平双膝症，疼痛睡不好，左眼被球击伤，视网膜黄斑水肿实力下降，张荣芳腰4-5椎间盘突出，右手背腱鞘炎加囊肿，杨希兰头晕有双影，左侧骶髂骨关节损伤。在这张周报上，每个女排姑娘的名字都赫然在内，可以说每个队员都是带着伤病在战斗。女排姑娘们就像不断被敲打的钢铁，很疼，但不这样又怎能具备刀的锋利。袁伟民曾说，什么是世界冠军，就是别人都趴下你还能站起来，就是靠的这种肯吃苦不服输的劲头，中国女排拼下了世界冠军，拼下了3连冠5连冠。可是球场上没有长胜将军，由于青黄不接，中国女排陷入了低谷期。是18-16战胜了中国女排，中国队呢是冲击四强失败。球虽然输了，但女排姑娘们眼里的火没有灭。郎平说，女排精神从来不是只能赢不能输，而是即使知道会输也要竭尽全力拼命地赢回来，只要女排精神还在，巅峰一定会再来。漂亮啊，这个球接内，中国队拿到最后一分冠军，中国队重回世界之巅。球把我们放开了，12年后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果然姑娘们
让国歌再次因为女排而奏响。这些年，女排精神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那么，女排精神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一次次扑救与扣杀中来的吗？是从一次次成功与失败的洗礼中来的吗？郎平说，女排精神就是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不怕吃苦的奋斗精神。凭着这种精神，我们从体育弱国发展成体育强国，在一代又一代奥运健儿的顽强拼搏下，这面承载着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五星红旗，一次又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五星红旗，它升得多高，中国人的头就扬得多高。在时光的长河中，生命个体总会退场，但精神伟力、星火刚续，永不熄灭。来到了中国女排这个集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在球场上展现我们的这种中国年轻人的这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面对困难啊，面对这个不利的时候不放弃的这种精神。讲述荣耀瞬间，重温光辉记忆，让我们共同致敬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奋进的集体，创造五连冠的奇迹，成为几代中国人共有的时代记忆。从艰难中走出，从低谷中奋起，为了祖国荣誉永不言败，是你们的最强动力。